未必够周渝民咁有诚意啦。士波为咗氹岛 Sir 开心，佢份礼物系专程由台湾新鲜空运到港噶。这次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参加，一个很重要的人的生日的这种 party， 所以我有点意外会碰到这么多媒体。我本来以为是一个小聚会，对，然后在当然有带他喜欢吃的台湾的猪脚送给他。同场仲有林家栋。